大家好，我是香港小美女，也是你们的小甜心。现在呢，2022年3月4日下午了，菜市场街头呢，人流量还是这么多，排队买面、买粉啊，可以支付宝支付。排队的人很多。这家包点店呢，生意也很好，也可以支付宝支付的，但是很多人呢都习惯了用现金。馒头包子14元4个，蜜汁叉烧包17元3个，各种菜肉包16元3个，各种煎炸类的、点心类的呢26元2盒，地瓜12元1斤，20元2斤。这里呢卖鱼卖肉，车子进进出出的很拥挤。香港的五花肉排骨呢现在是80到88元1斤，很多朋友说他们那边的肉很便宜啊。广州青海的肉呢13元，哈尔滨的排骨呢15元，北京呢20元1斤，惠州13元1斤，河南14元，深圳30元1斤。把全国的都了解了一遍，真便宜啊。这家的莴笋14元1斤，花菜15元1斤，莲藕15元，菜心的话20元1斤。从早到晚，各式各样的人呢，在不同的时间段呢，出来菜市场买菜。一大车的豆腐呢，用推车推去菜市场卖的。这条街呢，就是川龙街，走到尽头了。菜市场这边是老城区，房子呢只有3层左右，大马路对面开始呢就是新城区了，新开发的呢都是高楼大厦。20元1包青红萝卜，白豆瓜、黄蓉瓜6蚊斤，卜瓜西兰花、粉果10蚊斤，莲藕12蚊，野菜刀只系卖紧8蚊斤，番茄10蚊，凉薄，黄油薯仔10蚊，凉薄，泰国姜10蚊，三薄，番薯20蚊，仲有日本鸡蛋只系卖紧40蚊，两盒，同埋可以抢购。加龙所有货品16元，洋葱蒜头1蚊1个，高汤头1蚊1包青红萝卜，我仲有日本鸡蛋只系卖紧40蚊两盒。